不要往前，不要往前。 亚洲中国区市场部副总裁及首席营销官安托先生，以及我们轩尼诗 XO 品牌大使 Dilraba 这么棒的一个快闪店，然后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凉爽，非常适合大家可以过来一起来共赏我们轩尼诗 XO 的美感，还有它的味觉带给大家的惊喜。谢谢。今天的精彩致辞，热巴请留步。下面让我们有请各位重要的嘉宾，共同为轩尼诗 XO 弗兰克盖里大师典藏坊的感官空间开幕剪彩。 掌声有请陆卫铭轩 LVMH 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Andrew 吴越先生，明月轩尼诗第二集中国区总裁 Benny 吴鹏凯先生，明月轩尼诗第二集中国区市场部副总裁及首席营销官 Antoine Follett 安托先生，让我们一起面向镜头，我们先来一个合照。 一笑破苍穹，长江刺破云霞，放下一身牵挂，望着寒月如牙。哇，舒服。
里吗？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，生命在天边悬空间，但理想已是空里侧脸。